开始了，开播了，开始了，气死掉了，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飞轮，一开始就这么失控是怎样？对啊，大家好，我是一组黄宇，然后我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一起直播，站位啊，最右边这一位是变性娃，嗯，也可以叫他变变，叫变变，对，变变，那在我怎么情况？好像很生疏。没有，我觉得一开始这种就是客套的开场是一定要，对，你知道，就是一个暖场。对，那在我中间这边，你就让我越讲越心虚。是，听众的新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宁轩。啊，第一次见面是，是吧？没有，就越来越客套，就直播越来越客套。是吧？是吧？那初次见面，第一次在台中，幸会。哎，对啊，第一次在恭喜发财。和尚算是第一次嘛？我和尚算第一次啊。对啊，是。如果撇除掉那个两个就是你知道帅哥之外，哦，三个应该算第一次。对。可我在 KTV 的时候都会点头，他跟你讲就够了。等一下，那这里是你开 KTV， 你去 KTV 唱我的歌，对，然后开导唱，对，然后这样子就是跟你一下对唱的感觉。而且我今天就让你有 KTV 唱歌，然后我在旁边帮你导唱的，是 OK， 好，没问题。好了，所以今天其实主要是在我的脸书专页上面开直播嘛，然后所以可能很多，对，好突然啊，没有，但其实今天在也就算是开直播，然后可能也是很多我的粉丝朋友们第一次认识到两位，是对。那其实呢，这一次跟庭轩还有跟庆华，就是其实是在圈套这个合作上面认识，是对。然后其实两天前，也就是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席了在台中的台中的，我们可以说是有点像毕业典礼的感觉。对，是的。但其实听说在这个周末你们还要去韩国。对啊，我们要去韩国，所以也是一个圈套的，也是应该算是最后一个，对，也是目前是最后一个 CJAK， 对，好，所以周末你们马上就要飞韩国，所以你们自己一路走来这样子，心情会不会自己变化很大？所以从一开始可能圈套刚上的时候，哇，就这么多人。其实我一直期待只有大概就是这样，真的吗？但是 N 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已经变硬币了，对。等一下，我今天我真的有一个，我有问题一直很想问，就是不管是问你们，或者是问其他两位，对，就是你们走在路上，会不会真的就突然就被疯狂粉丝包围，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算蛮好的，理智，蛮理智，大家都会说，就是会点个头这样子，不太，还是会比较。就是比较不会影响我，是，就是还是会有那条界限在，就是他们会知道这样。对，像我在健身房，就是粉丝遇到我的话，他们就是也会跟我点点头，干嘛？对吧？就是也知道我在运动，对，会过来，特地要拍照的。那你会不会就是特别害怕？就是如果在健身房被认出来，那时候如果你做到很狰狞，其实我在健身房都很狰狞。对啊，那一定很狰狞。对啊，你要不要戴面罩？对，面罩太恐怖了吧？一个人戴面罩在那边举重，那边超恐怖。所以真的有，但是他还好，就是他会觉得要合照吗？还是就因为对啊，还是多少来说，蛮好的。了解了。那你自己在路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什么事吗？就是被临检还干嘛的？啊，对，你知道现在就是有点老了，要多吃点什么东西。对，有一次在骑车的时候，然后呢遇到，因为那时候是晚上，遇到警察临检，然后警察就说来把那个面罩拿下来，要测酒测。然后呢，我一把那个面罩拿下来，警察就说：“你不是那个庭轩？”等一下，他正瞬间上你兴奋吗？没有，他有，他瞬间上你兴奋。我们就这样，然后再登记，做完结果，你不是庭轩？所以就整个那个落差很大，有点吓人。好看哦。对。那你们其实这都还蛮这个经历都还蛮特别。对。那好了，其实现在开场讲这么多，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好了。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为什么有人说憨憨来？憨憨是谁？憨憨是谁？绝对不是我。还是比较习惯叫 CJAK。CJAK。等一下，对不起 ，CJAK 是什么意思 ？CJAK 就是我们的英文，四个人，每个人的开头，对啊。哦 ，Chris 嘛，然后 Jack， 然后 Andy， 然后 Kenny。对啊。哦，了解，所以是一个四人团体的。嘿，合一剑，对，合一剑，对。这一次其实也在两天前，也就是在台中的。
最后的签到见面会上面公布，就是说很荣幸邀请到四位一起来担任嘉宾。哎、欸，我们也算是，我们也是第一次被邀请当演唱会的嘉宾。对啊，干嘛一定要来的啊？开什么玩笑？对，就是绝对要是，你知道我们大家都说是台中是最后一场嘛？哦、嗯，对对对，托你的福。没有，托你们的福，让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一次。是。哎、欸，我觉得我们不然我们来先唱。不然之后庭轩当开演唱会，那你？OK 啊，然后可以啊，可以啊，就去闹他这样子，是，就去闹他。好了，哎、欸，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不清楚，我们今天到底就是这前面一周应该要煮饭了。对。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来唱个歌好了。欸、因为既然是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直播嘛，对不对？是，那大家其实应该会蛮喜欢哦。说吉他就来了，来，厨房里面怎么会有吉他？对，好了，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来唱，而且今天要选的这一些出来，我觉得其实都还蛮怎么讲，蛮特别的。对，因为这次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两位，所以我们选的歌呢，今天选的歌都是圈套里面的歌。所以这如果是有看过圈套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会很有共鸣这样子。好，那我们先，哎，转好了，好 ，OK， 那就来了，我们先 ，OK 吗？好，好，哎，老师，我先帮你，你要帮我们开个场。好，好。那我觉得圈到这个区带给他很多感动，那
无论是戏剧，无论是音乐，然后希望大家在9月21号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一定有地方。宣传完毕，我们来开始。那天是不是有什么惊喜要给大家？当天有什么惊喜？有很多惊喜。有一个阿美看过表演啊！哦，有啊，我刚刚发文有讲，就是对，就是在9月21号呢，我们也除了特别的合作之外，也会不同的之前演出都还没有过的的合作，想看吗？对，一定要来哦，9月来了就知道了，这样应该可以。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任务了。今天的任务呢？对，我觉得。映入眼帘这一周最奇怪的东西，我们三个人看一下，然后一二三一起指出来。好，一二三，我不想想想那个吗？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没毛病。等一下，这个还好，这个是什么？这没毛病吗？这没毛病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聊的时候可以来。对，没有，这因为既然你要煮泡面，基本上一定代表就是你家你只能用家里的东西。那家里最常出现大概其实就是要鸡蛋。要嘛这种 cheese 可以放比较久，还有这个没有熟的香蕉，没有熟的香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啊，小编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很吃会重，你吃吃看，你吃吃看。等一下，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竞赛，那我们最输的那个人，我们来就让他来，就全部都要吃完嘛。对对，全部吃完没有啦，不用好了，吃吃吧。那我身为嘴不发紫的，吃一口好了，好吃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绿香蕉很好吃。就是想要吃，对啊，嗯、对，好，等一下，为什么你在吃这个？你被我抓到，你在吃那个。好，对，而且除了旁边一直有咔嚓咔嚓的声音。这竞赛是我跟易如竞赛吗？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好，来讲。哦，我讲是吧？还是我讲？还没讲进去。好，我讲。好，欢迎收看《型男大主厨》，今晚我下厨。今天在我右边的是卞清华先生，左边的参赛者呢？黄义儒先生，然后呢，等一下呢，会经过评选的过程，看哪一边的泡面比较好吃的话呢，就是胜利的一方。那输的那一方呢，就吃香蕉，说我怎么样也都吃不到。绿香蕉。对，你要陪吃啊。我也要陪吃。你是不管哪边输了都要陪吃。你要陪吃。是吗？对。好，反正我们等一下过程呢，就是煮泡面嘛，然后呢，我们会先进行猜拳的活动，两个人的猜拳呢。就是决定你们的食材，所以你们想要拿什么，那你们就一定要好好的猜拳，你们才可以拿到你们想要的食材。好的，是的。好，那我们三二一 ，start！ 来了，所以我们先猜拳，是猜，然后一人就是一人挑一样的，对，你们就可以先选食材。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什么布？啊！那我们一如选手要选什么呢？好，我跟你讲，是第二面是。基本款的面是一定有的，对，面是一定有，面是一定有。那泡面一定要加蛋，我觉得泡面一定要加蛋。OK， 好，所以我要蛋，所以是要整个拿走。对，它是一颗蛋都不能用，这样对吗？一颗蛋都不能用了。对啊，对，如果你给它吃到蛋，可以一颗蛤蜊。但是，没关系，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不喜欢吃海鲜。所以你对海鲜过敏？好，我没有过敏，就单纯。好，那我就选汤底。好，这个汤底可以。好，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冬阴功汤底。其实这是，等一下，这看起来超厉害，是我的小心机啦。哦，是你的小心机，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其实很好吃，然后这家我们也在吃这个，对，我很喜欢吃。我拿这个的话，我应该就赢了。好，这是香蕉。好，我们要吃香蕉。好，来，剪刀石头布，布，又是我赢。等一下，我要选一些厉害的。好。那我要选这个香菇好了，可以。我要选这个香菇，这香菇看起来很不错。好，对。小编，这香菇可以吗？可以，是不是？好，小编点头。等一下，玉如，我觉得你会输。为什么我喜欢吃香菇？什么？我突然觉得很好，我就想吃这个。开玩笑。好，你的是蛤蜊。好，是第三轮了，是不是？嗯。剪刀石头布，怎么又是我赢？为什么我会一直输啊？好惨。哇。是还剩这个哇，这个直接选这个啊，还有 cheese 片啊，香蕉也可以选啊。我想选青菜，其实
出来。等一下，刚刚小月默默讲一句话，他说香蕉也可以选。啊，我觉得说香蕉真的会，香蕉会介入你的食材这样子。也是啊，说不定真的会好吃。是。对，凡事都有可能。香蕉。还是我来吃香蕉。那青菜是整碗吗？整碗拿来，因为有分很多哎，有青菜，然后有蒜，然后有红萝卜、姜、辣椒，是，这样可以。那这样好了，杏鲍菇啦。这样好了，我选杏鲍菇。我一个是香菇的，是啊，对，我有香菇，我不要香菇。那我要，所以是要猜几轮啊？四轮哦，可以猜到完。那我要菜啦，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健康，那就这种菜好了，草食。好，那你就你也可以选其他，我选一个突破性一点，我选香蕉，好不好？有这分能不好吃哦？啊，凡事是他还是我？有人说的也是哦。你干嘛？我觉得你会吃。那么认真的话，那么认真觉得好像我要吃一样。对啊。对，等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开始找一下好不好？什么厨余嘛之类的。可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选啊，我只能选香蕉。还有饼干可以选呢。饼干。对啊，我刚找到你。跟 cheese 片。对。好，我开始在找一些很奇怪的。还是我们两个合作，各分一点。好啊，来啊。就这个吗？好，可以，好，我们就继续了，其实也差不多，差不多了，那就开始煮吧，好不好？那就开始煮，好，进煮了，所以现在是晋升，啊？分一颗蛋，分一颗蛋给他，是不是？那我分一包脆皮，好，没有，不是，今天我其实特别想用，就是我觉得汤头还是要不一样，好，汤头，这个就是我们最一般的统一面的汤头。对，请唯一的一个蛋，那你要一点蛤蜊。我不吃蛤蜊，谢谢。啊，是，说的也是。那你要香蕉吗？好，我要香蕉，这就保证他吃得到香蕉。你们这里一定要把香蕉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好，可以。好，那就开始做喽。是，开始喽。我们开始喽。所以呢，我记得我这边有个热水。是，例如的第一步要做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泡面这件事不就是相当的。相当的简单吗？是，因为既然只能吃泡面的话呢，等一下啊，没有，那个是直接转开就好了，壁炉不会开火。会，我跟你讲，这是电磁炉，是吧？一般人家里比较少是电磁炉，对啊，一般人的家里都是瓦斯炉，对。好。我真的感觉很香耶。欸，它这个好香啊。怎样？这汤头太犯规了吧？太犯规了是吗？对啊，所以我就说它有可能会赢。没关系，我跟你讲，是统一面就是最啊，这样不能直接讲。哎，反正这个家常泡面，家常泡面最优势的就是真的闻起来蛮香。对，香是 OK 的。哦，我等它水滚一下。因为泡面要等水滚，你要滚。你的水刚刚已经滚了，对啊，那我太猛了，为什么？那你的火没有掉哎，是，你这样子没了，可以先加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庆华选手已经派出了砧板了，他想要做什么呢？什么？你想做什么？啊，你可以先切菜。因为砧板只有一个。哇，他现在在切杏鲍菇，有洗吗，哥哥？有，我来的时候就洗过了。好。你觉得食材好温柔哦。对啊。你是不是对每样东西都那么温柔？我说，比如说对朋友啊，对师长啊，都非常的温柔。幸好自己在家也会做菜吗？也一点点啦，一点点。过年的时候会帮我妈妈还有她煮，是会做那种很厉害的功夫菜。因为我发觉，我刚听说你会做佛跳，真的还假的？没有。因为我发觉你刚拿菜刀的方式，完全就是有拿过菜刀的方式。对。那等一下，在我的手上呢，那个菜刀就会变成没有拿过菜刀的方式，没有拿过菜刀，没有拿过菜刀，拿过菜刀，菜刀两刀，菜刀的方式。你要说这个时候看粉丝留言吗？好啊。真的是 Jack 上身呢 ，Jack 哥哥来的，对啊，因为在剧里面也有 Baby， 对，也有跟我做菜的声音，是，对啊。好了，我要煮一个，就是店老板来一碗泡面不用找钱。你在说什么？这个有钱都买不到。哎，等一下，他做这个很高。等一下，他刚刚你加了什么？没有，我加水，我要做溏心蛋。哦，
这真的是厉害的、欸，我这锅水真的超慢。对啊，而且我的锅是薄荷水。你那边的水有在运作吗？应该有啊，它下面是有的。它下面是有，为什么会有？有烟了，有烟了。有吗？有。那不管。哦，是。哇哦哇哇！我觉得感觉已经越来越好吃了。你要先准备你的食材。对啊，哦、还是你们做好，我来煮给你们吃就好。我跟你讲，就是最无法无食，无食无食。我累了，最朴实无华的泡面才是最好吃的啊、嗯，最经典、嗯、经典的口味。童年的味道是不是？我要先从水果开始，是。但我的确发现，对不对？就是要搭配一点，我再去补点货。云南很好笑哎、欸，蛮好吃的。一如，你真的有在比赛吗？哦，我有在比赛，我有啊。他们说我真的好像置身于世外，怎么会这样子？因为只有一个章法。哦。我只能说我滑板，你要滑板是不是？等下换你秀了。真的吗？真的吗？我只能说我还蛮期待吃到他那个锅，好想吃他那个锅。哦，真的蛮够的。对对对对。哇，装了好多。在六一台下面。就在六一台下面。另外一边。完全没有。哇，那平常都是外食吗？我完全都是外食。所以我跟自助餐的老板娘很熟。好窝，差不多。过年也不会做吗？过年不会，就是妈妈做菜。对，完全就是哎，上两礼拜就洗。看还能放什么？便便第一次做菜在几岁？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反正你做很久，没有做很久。这后面犹如两个世界。哎，我们有没有限时间？我快好了，我快好了，是没有。是啊，我们这一如选手看起来还是清水一锅。对啊，我们这水完全都没有。但是你要加两包啊。对啊。你火开最大了吗？嗯，几乎是最大。那你的下面是两。水比较多。哇！等一下我们镜头拍一下便便在做什么？溏心蛋啊！哇，你会做溏心蛋？他做的很高端呢、欸，你看一下。这是溏心蛋，那等一下就好了，把它捞起来就是一个那个。你搞两个溏心蛋啊、哦？就是里面是有水锅蛋，那是水锅蛋，哦，水锅蛋。哇，你好有才华。应该是这样子，我好有才华的人。等一会儿。哦，一如的切菜秀。我现在又想起来了，就是我之前，其实你切的很好。我之前宣没有，是他刚刚教我的。我现在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当初去上那个。去年去上那个花妈妈烹饪教，是不是就是情人大主厨的时候？是。然后就是你知道，那是我人生之中最无助的时刻，就是真的。那怎么会去上那个通告？没办法，为了宣传。哦，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不同的体验。嗯。对。例如是左撇子。对，我是左撇子。好酷哦。左撇子的人都很有才华，而且我认识左撇子的人都很会画画。真的吗？嗯，你会画画吗？我还行。我之前我觉得学生的时候画比较多。哦，对。是那种会把。等一下，你怎么又开始吃了？是会把那个杜甫就是画成在七七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要表淡君头。哇哦哦哦！很有才华哦。好喽，我已经差不多了。哦，这边好像也有一些进度了。是，
对。但锅子里好像是两个世界。对啊，为什么？为什么锅子里是两个世界？有啦，有在，有在滚的。有。我怕你切到手。不会不会不会，食物的话就像。哦，便便那个好香啊！你们做菜的时候会听歌吗？好像要哦，好像要哦。我们要听什么歌呢？我们要听什么歌呢？我们等一下来唱一个歌好。等一下，我的终有突破了，我水开滚了。有没有办法跟他？有没有办法跟他？你的蛋糕怎么做？但我要直接打进去。我犯规，放好多另外的菜，那可以啊。怎么办？怎么？这是萝卜，空萝卜。萝卜，对不起。不需要菜。哦，因为这个不需要削皮。这位选手，这主持人吃得很开心。对，就是嘴巴要不停，就是运作一下，要不然它等一下是。这是刚刚这个对啊，香蕉。好吃吗？好吃吗？好像比较没味道。好像还行、啊。这不是惩罚吗？哦，对，这是惩罚。它没有那么甜。这叫什么香？三节气，不算了，算了，不要用。不用，自己接受。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全部丢下去。但是没有说什么话吗？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在唱歌？你这一锅看起来太厉害了吧？也还好啦。你在想的吧？你那个调味料很泛。调味料很多，汤包很饭。等一下，我觉得，我觉得便便是那种，就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要考试，然后哦没有，烂啊，我都没看啊，我还有这样子，就是那种我都没看书了，然后结果出来就是100分这样。对，有。我就说为什么你就算没看，不小心考100分就是点点加沙拉，就是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是。而且我觉得那个汤头的味道很好，是哇，他还做了个摆盘，双生格，已经是最大了，那它就是热量的。没有，我觉得是因为炉子，它就是那个炉子比较慢的，不是对，我觉得这个炉子比较慢。哦，一五人有突破了，他开始冒出一点水花了，可恶，汤面破掉了，好啊，那成。那我也可以开始了。等一下，我觉得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先试味道，试一下它的汤头怎么样。纵然它只是一个肉燥面，然后我觉得你做的跟那个广告上 BN 好像，真的哎，超像的。啊，不行，太少。你这个是在那时候去泰国买的？对啊，那时候去泰国买的。我没买到。香蕉片。别放进去了，你这都那么晚了。对啊，实在不太适合。看起来超厉害的。哇！是个艺术家，是个料理的艺术家。所以我说也要加快速度。好哦。是。主持人来关心你了。我们来看看一如选手。是。目前看起来，哇，什么都没有。目前看起来真的是，我想不到形容词。很朴素，很朴实，很朴实。哇。一直在选。就是，是其实啊，我觉得我要改变一下我的行销路线。是，其实呢，小时候啊，对，
就是家里人因为工作啊，所以都会比较晚回来，所以有时候呢还是只能吃泡面。吃泡面的时候呢，就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只有汤跟那个。对，我的故事就在这边结束了。是，这也是家人比较忙碌的原因，大家一定要好好关心身边的家人。是。哎，这个应该比那时候拍戏做那个看起来好吃吧。等一下，你们拍戏还有做？有啊，我们做很多。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是真的就是自己直接下厨，不是真的有人在旁边真的做，真的做，真的做，真的做。但拍戏的时候，就是水煮，水煮的哦，你要吃很多碗，那时候大家就有点害怕，所以我拍完以后好几个月不敢吃泡面。煮方式非常，其实这个有点像那种登山的时候做的那种。有点，但其实这很野味，很好吃。野味，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抓点什么卤来？你帮我一下。其实你也差不多了。怎么了？哦，玉如太感动了。对，感动了。玉如太感动了。对你是想到了什么？是想到就是说以前在露营的时候发生什么？是，因为味道有点淡。还是太淡。时间差不多喽，时间差不多了吗？我们现在还剩多久？是导播，我们现在还剩几分钟？等一下，就是韩国好像有一种吃的，就是叫做部队锅。哦，部队，他们会喜欢加 cheese。是。哦，对，加 cheese 加酱，我觉得我们家可以先加 cheese。可是 cheese 要等最后才加。对，因为不然它会散掉。这个地就不好。真的不会，好像这样吃很多很漂亮。像是如果你要打蛋，我就打在这里之类的，打在正中间，打在正中间吗？还是你要打旁边？还是你要打散蛋？这一锅长得不太一样了耶，是不是？是。经过便便大师，其实也没有，你本来就弄得很漂亮啊，我只是帮你稍微美化一下。对啊，等一下，重点时刻来了，是这个，那这个蛋就交给你，看你要摆哪个位置，其实都可以的。打蛋不能绕亏，我要打在哪里？会打蛋吗？应该会吧，我不太确定。其实头瞄小是。它掉下去了，什么东西掉下去了？这个蛋皮，蛋皮啊，蛋下去了。它整个沉下去，我没看到那个蛋，你可以把 cheese 放上去，弄多可以起锅是。好，可以起锅喽，碗在后面。说真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做这个节目啊，还蛮缺德的。会吗？因为大家就是看得到，但是吃不到嘛。部队锅应该都是放好几片的，没错。这样我觉得可以再放再多几片，对吧？那么粗。好，我觉得我差不多应该就做明天就可以直接来吃哦。是的。我觉得要再多放。还不错吧？这个看起来卖相不错。看他们像，行不行？感觉是厉害的。好，可以。好，完成了，完成了，一如选手的锅，这个叫养生大杂烩，养生锅，养生三菜锅，养生，我会取名字，养生三菜部队锅，对，养生三菜部队锅，里面还有一颗蛋哦，营养满分。那这一锅呢？然后这是冬阴海鲜锅，对，哎，这也看起来太厉害了吧？等下这是辣的吗？对，这是辣的哦，原来是，可是我的汤有点被面吸掉，面吸掉，对，你帮我，所以我们可能要，快点吃，对，是，好。来，出那个我们的老板，评卷了，哎，你也带出来了，你看，对啊 ，OK， 来，评卷，是，我们要盛盘，好，非常好，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来到试吃的环节啦，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做进行一个试吃的动作啦，来拿三个碗，哇，很漂亮，很漂亮，哇，很漂亮，很漂亮，有光孔吗？好，关了，我很想吃它的月光。真的吗？那时候我们都先就是大三先吃，我先吃那个，那个看起来很好吃。是。筷子在旁边。我的筷子先放。好。哦，哎，但是我刚刚也开始闻到这一锅起司味。是。对啊，其实那个其实很香，很道地的那个肉燥面。对。哇。有本事说能叫 Uber 送到我家吗？哥？这一锅送过去，看对就拉面了，是，就只剩面了，没有汤了。小心。
哎、欸，我觉得这锅有越来越好的趋势，越来越好。它那个气势会怎么分？哎、欸，可是我怎么看还是一直在度量气势啊？因为它是电锅，应该会那个。它这个是传热慢，散热也慢。对对 对, 對，我觉得是。你有吃辣吗？我还好，就是我不太吃辣啊、哦，不太吃。但我吃个一两口应该没问题、哦。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直接筷子下去好。好啊，筷子下去。对啊，筷子下去好。对啊，不然汤也不够。好，来吧，串一个。来，转一个，转一个。准备先，准备先。转一个，转一个。哎，你干嘛这样？就直接筷子吃啊！哦，是吗？哦，好，好来，然后也直接用这个喝汤。对对对，你先，韩大刀好兄弟。啊，不对，应该让那个庭轩、啊、先，你是对啊，你先吃吃看。你先都各吃一个，然后看谁厉害。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先看看这个汤怎么样。这汤蛮厉害的，我觉得。它本身就很厉害，本身就已经犯规。是，我也忍不住了。其实我也蛮想吃的。好，平时你慢慢来哦。平时好孤单哦。不好意思，那个镜头给我一下。我现在是评审，我现在要进行一个试吃。好，如何？嗯。哦，这奶酥好好吃。嗯，这个蛮好吃的。可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带酸的。嗯，如果它可以再辣一点，再咸一点，会更好。嗯，它那个面的那个层次感很出来，你这个味道很出来、啊，对，它这个味道很出来，而且它其实是偏酸的，嗯，嗯，好，欸、但是这个汤头是我第一次吃到，小心老板特色，汤头滚到整个已经不行了 ，OK， 拿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一如的。养生部队山锅，山是吗？你可以加一点那个 cheese， 加一点 cheese， 好，蛮不错。嗯，但其实这个没有很辣，没有辣，我觉得是很适合，比较酸一点，是，因为酸很开胃。嗯，哎、欸，你要吃这个水锅蛋啊，特别准哎，是，这水锅蛋谁要？看，哦，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是，这个是我们的起司养生部队锅，好，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好像有点烫，嗯，所以，嗯。它那个有，因为它有加那个起司，所以它那个奶味有出来。我觉得它跟这个面条融合还蛮好，而且它的面其实煮的比较烂，就会变成说那个起司是这样子镶嵌进去那个面条里面。我觉得你怎么那么会讲啊？非常对，真的会讲。对。对，因为平常吃的多，所以比较对这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小的见解啊。是。嗯。那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蛋。那我觉得这两个口味真的是。好不一样，蛮不一样，两个，但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对的，因为这个蛮特别的，真的，这蛮特别的，嗯，酸酸辣辣，其实蛮开胃，对，但其实这个很好吃，这个很浓郁，因为有起司，对啊，起司加分嘛，起司加分很多，然后它本身那个肉骨茶那个泡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吃，哎，怎么办？超爱吃那个，怎么办？我选不出来，导播一定只能选一个吧，是吗 ？Hello， 一定只能选一个吗？我还是会做菜的，是吗？导播只能选一个吗？喂，导播，你们现在是两只我刚刚觉得导播整个大翻了白眼。我知道了。如果平手的话，大家知道了。平手的话就庭轩吃这个。全部是这样子吗？原来是这样子啊！那只能平手。我觉得应该是平手。好，不分轩制。那像便便刚才到底在干嘛？啊？平手的话。没有啊，各自有各自的哦的本领是吗？没有啊，平手的话，平手的话就是挺就是导播要吃，导播要吃那个，是吗？导播吃这个好。没有，哎，你这锅真的越吃越好吃。哎，我不是来宾。到了评分时间了。好，到评分时间了啊，不能再吃了。真的评分，不能再吃，该小心，不要碰到火灾。好了，我答案了，请说。噔噔噔噔噔噔，等下你们手要给我。好。好，你们手请闭起来。好，我开始倒数。张桥老，张桥老，好，我开始。好，你们眼睛闭起来。好，眼睛闭起来。好，闭起来。然后我从十开始数哦。嗯十，
十一，对，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得了。重口味的东西，但这个奶味呢也是非常的好吃。但是真的，我对不起你。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但你的厨艺其实真的不错。什么？等一下，其实他的等一下，他不能真的也说瞎话。你刚教一下而已，你就切香菇切的那么漂亮，是不是？对呀，这是没有听出来。嗯，好了，没有。今天呢，真的，我相信胜负非常的明显。这个便便真的看得太厉害。好了，这个是我算是有作弊的，因为我直接拿那个汤。没有，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但是从任何的细节看起来，你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你平常其实自己也会帮忙一下，这样会了，稍微，然后了解，真的非常好。那今天的胜出当然就是边球耶。那我们的输家是不是要进行惩罚啦？惩罚时间。我跟你讲，还有刚吃香蕉，其他没。为什么有？为什么？为什么有掉下的洋芋片？谁偷吃洋芋片？喂，好了，那我们就来吃香蕉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整个是绿色的，我觉得有点像甘蔗。对，我觉得有点像甘蔗。真的会中？但是其实里面是正常的啊，为什么外面会这么绿？不同品种吗 ？OK 吧 ？OK 吗？我看你咬的其实 OK。OK 对不对？它是香蕉的味道，只是不甜而已。它就是不甜，它其实是正常的。其他皮真的很难剥。我就觉得硬，好像是正常的味道。它就是心里面那个心还没有熟透，它是没有脸色都非常 OK。小编觉得好吃的，嗯，觉得非常好吃。好，等一下，我光顾着吃，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了。我们煮饭花了多久？有一个小时吗？应该没有，应该有半个小时。那我们来唱歌啊！是，让我们来唱歌一下吧。好。不是，还让你帮我做？不会啦，不会，不会，我们家在洗。那我一边接受，你先帮我把水洗，对不对？洗。好，没事了。对对对，我们家在洗。那我看一下大家，现在已经有530人在线上帮我看了，好多。之前是不是更多啊？是吗？对。有人说，是不是恋爱的酸辣味？获胜！哇塞，你们是很那个，这句话我会反驳不了的。OK， 现在唱歌了，对不对？没错，唱歌了。来，现在唱哪一首？我觉得我们要唱的这首呢，是也是宣浩的，剧迷一定都特别知道的歌，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首，因为我是茄子蛋的歌迷。是，这首歌呢？说其他又来了。好，你好。这首歌呢叫做《河蟒》。没错。来。好。大家应该没有听过男生版的歌。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送给大家的一个。那既然，我刚刚输了嘛，那前面第一段就由我来唱好了。好，来。没想过会心事不哭，会在意嫉妒，埋放心灵处。没想到你无孔不入，从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根本不敢去想，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花心皆无该。我又怎么能去想，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离开你的注意，我才能呼吸。这是什么处境？我不想清醒，孤单了，孤单了，寂寞了，无法再说出爱是成人语。
上，不管高不上都干到底，整个生命却能耗个干净，不必受伤，我们只是互相找个帮忙，偷一点傻瓜，多一人分享。所以其实在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来听最后一首歌啊，是，但是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我觉得还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是，就是说在下个应该是在这个周末，你们即将会到韩国去，对对，然后也是宣告你的见面会，对，那可能也是最后一场，目前来说是最后一场，说不定真的有在直播里上面看直播的韩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最后一场的宣告支持。大家一定要去韩国来支持我们。是，在这个惊喜的礼拜六会在韩国的首尔，反正就是在韩国首尔，我们会有见面会，宣告最后一场见面会。是，而且可能我相信很多粉丝专业上面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庆华或者是庭轩的，也一定要在他们的 IG、他们的 Facebook 上面要按赞这一首，是，好不好？follow 我们的 IG， 这边点开小铃铛，对啊，对啊，好了，那我自己要宣传一下，我是一组黄安如，可能只是第一次听到或者是看到我的直播的，对，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的 IG、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都可以追踪你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是9月21号呢。我们还会出现哦，对，我们会大合体，大合体，而且会有特别特别的演出性，一定要赶快去买票，9月21号在台北 Lexi， 我只能留下你演唱会，请大家一定要来，不见不散，不见不散，绝不能少了你。好，那我们就来唱最后一首歌，是，哇，这首歌每一次必唱的歌，每一次必唱的歌，已经，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在电脑或者手机屏幕前跟着我们一起唱，嗯，好，那就我们就来喽。好，来，我怎能留下你？来，给你麦。好 ，OK， 还是聊这个。你俩刚好连一个音，还是耳挂耳挂？你说是？说是？我靠，超好笑！你还因为要跳舞才会耳挂？那你弹，笑死！好啦，那来了，是是是，我们要开始正经了，来正经。我怎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是你陪着我，却我很哭泣，我才认识了自己，却不能少。就把我的心给摸透，也许时间都走得太多，却给了我有你的梦，多少次想坦白的心里挂刀口，不定悲伤一次卖给你寂寞，笑看人起月落。
好，卡收工。我回去了，还没看。